一把，看样子不把俩打哭的，你看看的啊，看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还打哭了！我跟你讲，头一把牌就算了，这一盘我告诉你我都有啥，你报骗啊！大王撒二撒杆全在我儿的。哎呀，我的爹呀！小王撒尖儿撒圈儿全是带人的。嘿嘿，我俩加一块七八个渣的。我要不把你炸得像苞米面子似的随风摇摆，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四大发明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俩这么嚣张是吧？那这把输的干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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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今天双十一是吧？光棍节是不是？啊，咱们输了就强制脱单，大美、小米粒都叫过来，当众示爱，敢不？就赌这把了。真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这牌要能出，一会儿大马来，我咔给他搂怀了，我挂着抱下来，然后我给他对那片高粱酒，我开始唱，唱了会曲毕，大马来说话的，说啥呀？从此以后我就是大秦的人了。哎呀，这家让你吹的吧，这妞让你吹的。黄小黄，这把我要是输了，我就让小米粒上赶着向我求爱，恳求、祈求，我都不带搭咕他的。我让他哭他就哭，让他笑他就笑，我让他哭笑不得，你信不？哎呀，这俩这牛让你俩吹的，你俩要真敢这么爷们儿哈，你看见没，那条路待会儿走过来第一个爷们儿就是我爷们儿的。好，第五胡牌，大飞机三四五六七八一样撒，两遍球炸。别留牌炸他，我没留牌，我这炸大，你先炸我后炸，炸啥二，我添个二炸。你俩是不是让纸条子把那俩脑瓜子呼成死狼的了？合起伙炸我呀，七八个炸呢，要不要过，同意。大美子，喂，大美呀、啊，来公园一趟，有话跟你说。两个九，春天，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。这里有水母呀，这里有粉鸡，还有两个拿着牌的牡丹衣。小黄，有啥好事？丽丽啥呢？在这儿？咋的了？你让谁欺负了？来吧！啊，咋的？有事说，咋的了？天气怎么样？挺好。那心情呢？挺心情。今天最好不要跟我提心情，我告诉你，那叫一个凄凉。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双十一，光棍节，那简直就是我们单身狗的黄道吉日啊！我提心情，那就说明。心里没个人啊，这不消停。但是你现在你想一下啊，突然有个大帅哥突然跑过来，夸一把给你搂怀里，完事你能。然后呢？你接着说。然后心情就好了，然后就对着穿小裙，就大声的喊啊：“从此以后我就是大吃人了。”还哼唧呢，哼唧的比说的都清楚。你就是想让我说，从此以后我是大秦子的人。不是，我没说，我说有大帅哥。哎呀妈，在你眼里有帅哥吗？那有一个帅哥出现在眼前，你不早把他打住院了？啊，就你这心眼儿，你跟我说啥意思？你今天啊，你已经把我惹生气了，知道不？还第三人称，还大帅哥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生气了，我今天心情本来就不好。你非把我哄好了不可，我告诉你，非把我哄好了不可，没完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站住，站住，哎，还要还？乐了，大秦的要够呛。
哎，大美，手下留情，别把大晴打坏喽。咋没声了呢？是不是死了？九月九娘新酒，好酒出在咱的手，好酒喝了咱的酒啊，上下统计不咳嗽，喝了咱的酒啊，再也不做单身狗，喝了咱的酒啊，见了皇帝不喝头，好酒好酒哦好酒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是大秦子的女人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大美，你是要疯啊？咋的了？有什么不妥吗？我不就是随便脱个单吗？那也不能太随便了。大秦，哎，吃点儿。哎，大美来。嗯。哎呀，大秦哥，啊，你都冒汗了，哎，你是不是虚呀？你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老千啊，那是一个神奇的闪动。啥意思啊？哎，这么热闹，你玩什么？哎呦我去！咋的了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刚出一分钟。哎呦我去！厉害了我大秦哥呀！那是一个神奇的闪动。大秦哥你。厉害了大秦哥呀，我的天哪，我说大秦哥爱谁谁你上哪儿去呀？到你了你不知道啊？上小米粒啊，别给人吸去了，倒班了。啥玩意倒班？你过来。今儿天是不是挺好的？挺好啊。天好是不是心情就好？还行吧。假如要是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帅哥，他让你向他求爱、恳求、乞求，死皮赖脸的他都不同意。你瞪我干啥呀？你就瞪我呀？有一个帅哥啊，我死皮赖脸的求他啊，不同意。我就想问问你，这帅哥还活着吗？谁呀？小米粒儿，皮赖脸，我小米粒儿，甭搭理他们，跟我来，我跟你聊两句。哎，你们接着玩啊，我做做他思想工作，看我的。哎、不是，你俩进去干啥去了？不让我进去吗？那是一个神奇的山洞。这山洞里有啥呀？行了，王小倩进去吧。不是，我进去还能活着不？哎，一个二个都往里去，那山洞里有啥呀？哎，看命运的安排吧。小米粒，你别逼我了，咱俩不合适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小倩哥哥，在小倩哥哥眼里，我还不算貌美吗？你我从小青梅竹马，我乃我家老姑娘，享尽荣华富贵，傻吃年岁，却从未珍惜眼前人。今日光棍节，真乃天赐良缘。来日，哥哥登上我家宝座，身为上门姑爷，从此双宿双飞。这样不好吗？哎，小米粒儿，我知道我对你好的不得了不得了，但是我真没有往处对象那嘎子想啊。哥哥，你说你没往那嘎子想，可是你却紧闭双眼。你若睁开眼看看我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你看看我，
我睁开眼，看你又能怎样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？要不，咱俩处处看。哥哥，太优美，太感人了，脱单了，脱单了！这神奇的山洞啊！恭喜恭喜！停停停！脱单了，脱单了！上哪饭店吃去？疯啊！我们不都是成功脱单吗？你咋回事？我咋回事？我能咋回事啊？不是，你是不是该他小倩说的该你了？咋回事？到你了？对呀、啊，到我啥呀？到我啥呀？不是刚才说你打的赌说？对吗？你不说呢吗？啊、要不是我俩完小倩那样，完我这样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完你说的完事。从那边不管过那个老爷们，第一个不管是谁，完都是你家未来老爷们。你说的吗？对，我也要到那个神奇的山洞里看一看。哎哎，别别别，你为啥我小妹妹？哎，没事，你也是能去，对，你不能去。停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四个人合着伙坑我呢，是吧？没有没有啊，女儿国红高粱，唱两出假戏，想看我真笑话呢，是不是？人家说别的没有。你俩闭嘴！你俩咋回事？你误会了，你俩听我讲，是不是闺蜜了还呀、哎？我跟你说哈，你真误会了，咱们是亲闺蜜，你知道吧？但他俩确实是想，你看你笑，你看他笑的，他俩确实是想看你笑话，但我俩不是，对，我俩认为这是一次机会，你知道吧？机会，对呀，咱这不都是单身吗？咱小区就咱仨单身，这不大家都知道吗？你是吧？单身的苦只有自己知道，夜深人静自己睡个觉，旁边没个人，心里多闹心，还不能跟人说，没人理解。咱今天不说这话题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觉得这是一次机会，所以我跟小米粒就决定了，就给你推苦海里去，推哪儿？推火坑里，推哪儿去？就给你推出去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万一这是个机会呢？万一咔嚓来个大帅哥，是我和小米粒都喜欢的呢？对，万一来个绿豆，你瞅对眼了呢？对不对？这是不对吗？我咋感觉这么凄凉呢？哎，不能这么想。来人了啊！来人了。男的来了来了来了，看看看看看，妈呀，是个男的！哎，别，男的搞啥呀？哎，男的，不行啊！哎，这人不行，这人不行，别过来，别，这人真不行，别老不死，王小慧，王上眼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随便。随便。那我以后是叫你小随呢，还是便便？稍等、啊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说，我当你女朋友可以吗？啊？我没懂。三千。我说，我。你呀、啊，不行、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是他。你呀、啊，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孩要做我的女朋友，好啊！他说好，我有房有车有存款，我不用你养。真的、啊，太好了。别等一会儿，这太着急了啊！我想一想啊，我想一想，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刚才走在街上，在人群当中，我看了你一眼，你就要和我处朋友，
不是不处不行是吧？这个事儿太大了，我一个人做不了主，怎么着也得问问家里人的意见。你放心吧，伯父伯母会喜欢我的。是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爸妈肯定特别喜欢你。但是，这个人的意见也很重要。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？媳妇儿啊，我要。那我还有必要跟你处吗？演得太好了，太有才了，多亏了位置啊！哎，媳妇儿，每年这一到光棍节，你总是雇这么个女的考验我，这又不是愚人节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哎，你今年整的有点大，这还有群众演员啊！我花了多少钱雇的？我今年这考验算过关了吧？妹妹，有血你就喷吧。凄凉啊！凄凉啥呀？这人我认识，张总。那你咋不早说呢？说你呀、啊！真是你不早说。我想说呀，你们横扒拉竖挡不让啊，人家还有女儿呢。啊、不是你不早说，你这不玩我们呢吗？你这不玩小黄了吗？是我一个人玩吗？你们玩的不也挺开心的吗？这嫌弃我没玩。你们都听吧啊！玩我的都不是人啊，是命